中信球星林威柱出席开球仪式，记者黄仲玉摄影分享。中信兄弟队林威柱本季转任二军总教练，球团本周替他举行隐退系列活动，今天安排他在对上原队赛前担任开球嘉宾，并将在赛后替他举行隐退仪式，让他回到原点告别15年球员生涯。去年林威柱在二军总冠军赛最后一场出赛，林妈妈张凤娇赛后现身现拥抱，逼出林威柱的男儿泪。今天在林威柱正式隐退的大日子，妈妈和家人都一同现身，一同观看林威柱的生涯回顾展，张凤娇也坦言不舍。林威柱的棒球路从大人国小开始，少棒时就曾代表台湾拿下世界少棒冠军，高中起赴日本打球，一路拼上日职阪神队，再回到中职，15年球员生涯就将在今天画下句点。赛前的开球仪式，替林威柱守备的就是母校小学弟们，象征回到原点。隐退仪式则会在赛后举行，昔日与他同在阪神的投手郑凯文将担任投手，与他进行生涯最后一次投打对决。经过这晚后，林威柱的身份就转换为教练，他说，虽然有点不舍，但我还有梦想，这个梦想就是帮助这些球员，帮助台湾棒球在亚洲甚至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，这是我接下来该努力的，该付出，该贡献的一些事情。林威柱赛前开球，图中信兄弟队提供分享。林威柱赛前与母校大人国小少棒球员一同开球，图中信兄弟队提供分享。